香辣木瓜丝配这个大卷饼。它这个木瓜丝是小瓶装的，这个价格足足到手是10瓶，每瓶大概是100克左右。就平时买大瓶吃不了的，你就吃这种小瓶，而且它还是带这种密封口的，吃不了用这个盖子盖上。微辣以上、中辣以下的辣度。老香了。老香了。